司马懿复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，也是我们的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嗯，通常的复查的时间我们还是手术过后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六个月，然后每年复查一次。我们复查的内容呢，主要包括在抽血方面，主要是查血常规、肝肾功，还有肿瘤指标这些方面。然后在影像学检查方面，主要是有 CT 啊、PET CT 这些检查。当然最后一个方面就是